请注意，梭鱼们。你好，什么事？梭鱼们，请不要袭击我们好吗？我们在种红树种子。相信我，我们也不想袭击你们，但那些发光的东西看起来真的很好吃。是的，看到这些我们就会发狂，真的是忍不住啊。好吧，但这些是园艺工具啊，这真的不是食物。闪亮亮，闪亮亮，闪亮亮。他们太饿了，根本听不进去。看来植物鱼种树时，我们必须转移梭鱼的注意力。都就位了吧？是的，队长。好，植物鱼们，听到我的命令，再开始种树。一、二、三。亮闪闪。挂机，行动。去哪儿了？这下你们还能看见吗？现在该你了，披上。哎，看这里，亮闪闪。这边，亮闪闪。下一个是你，麒麟兔。嘿，看这里。嘿，梭鱼们，看这里，亮闪闪。就这样，我们必须引着梭鱼来回跑，直到植物鱼把树种完了。队长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四百个啦！亮闪闪，植物鱼，小心！之前我以为梭鱼是不会跟着植物鱼进入红树林里的，他们肯定是太饿了。队长，怎么把植物鱼还有他们的工具带回舰艇呢？只要他们一下水，肯定会被梭鱼袭击的。看来我们得想办法从水上将植物鱼送回舰艇里。队长，据我所知，红树是凭借特殊的树根来保持直立在水面上，就是支柱根。支柱根。亮闪闪，坚持住，植物鱼，我们来救你们了。稳住，慢慢来，放松一点。可以的，披上。我的老天爷呀，好险呐！大家往这边走。成功了。现在，咱们快走吧。我敢肯定，就在这附近。好了，队长。那些怪物追野鹅去了，他们肯定找不到我们。听着，呱唧，这次你来找医药箱，我去引开他们。好的，队长。嘿，在这儿呢，来呀！嘿嘿，我来了。队长和呱唧怎么去了那么久？别担心，谢灵通，他们马上就回来了。希望如此。我的小乖乖，弹药破壳了。我的老天爷呀，皮医生的医药箱。小心挂机。挂机，这边走。谢灵通，快看。太神奇了。是喙，毛茸茸的尾巴，蹼状的爪子，这是一只鸭脸河怪，它真是太可爱了。我的老天爷呀，这可不是什么怪兽，这是只鸭嘴兽宝宝。鸭嘴兽宝宝？鸭嘴兽是河中的卵生动物，而且它们只生活在澳大利亚。那么外面的动物一定也是鸭嘴兽了？完全正确。而且鸭嘴兽爸爸的后腿上长有刺，怪不得他要蛰我呢。他们想要回自己的宝宝，
我最好把它还回去，免得大家受伤。小心你的腿，谢灵通，我马上回来。耶，这么黑，他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被困住了。看你们还往哪儿跑？现在交出来吧。请问交出什么呢？不想配合是吧？那好吧，那就等着被蛰吧。住手！快看，我们的宝宝，嘴巴像你，尾巴像你，是一只鸭脸小河怪。不是什么鸭脸河怪，是鸭嘴兽，它就是从我们找到的蛋中孵化出来的。我们的蛋一定是被洪水冲下河了，我们急得到处找宝宝。鸭嘴兽，真抱歉，我们不知道蛋是你们的，而且正准备去找蛋的主人呢。可是后来我们的朋友谢灵通不好意思蛰了他，我只是在保护我的家人，于是就蛰了他。灵通，马上启动滑翔机。好嘞，队长。稳了，孩子们。好的，莎莉，该吐泡泡了。干什么？吐泡泡。我跟你说过我们腿上的细毛吧，当海浪大时，细毛就派上用场了。这样即使在水下，我们也能够呼吸了。真牛啊。哈哈，没错。孩子们怎么办？好吧，我没有泡泡，但你们可以躲到章鱼滑板里来。快上来。别急，老婆，看我的。孩子们，妈咪，我去救他们。别怕，孩子们，爸爸来了。过去了。孩他爸，他被冲走了。你守着孩子，我去救他。我们应该快看到呱唧了，队长。这里没有人。喂，谁说没人呢？你好，你是谁呀？不说这个了，海浪越来越大，你的朋友和我的丈夫现在都很危险呢。水敏爸爸，要帮忙吗？不用担心。你怎么觉得我需要？你没事吧，伙计？我没事，我知道你想什么，小屁虫一点用都没有。我才没那样想呢，伙计。每个人都有需要救助的时候，你刚才救孩子就是大事儿。是挺大的。没错，你虽然个小，但却能做大事儿。不，我是说那个。我的老天爷呀！我们需要个大点的泡泡。坐稳了。千钧一发呀，队长。特鲁托，打开挡风玻璃。想我没有？你就别嘚瑟了。呱唧，能再见到你太好了。我也是，兔兔兔。得吧。那我不客气了。